都说这河道总督府花钱如流水，可是要我看啊，这破地方还不如顺天府衙门气派呢。要吃没吃，是要喝没喝。说的就是啊，在京师这皇上眼皮子底下，咱们可不敢胡来。你说这都出了京了，黄马褂也都穿上了，还这么拘着，这个进府太不像话了。就是，他就是个乡巴佬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依我看啊，江宁离这儿不远，您可以去江宁常住啊，阿西西。他能吃会玩的，让他给您老兄安排安排，有问题吗？哼哈哼高相啊，高相，你又算计什么呢？你别忘了，皇上派我来是监斩禁制狱的。你倒好，劝我去两江吃喝玩乐去，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，那我可真是没得救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易大人想多了不是？我让您去两江住10天。让兄弟替您效力，把这案子查了。10天之后，您回来问斩。但凡这案子有一点错漏，您把我这脑袋摘下来当球踢都成。我现在啊，就希望您能在锁相那儿多给我说两句好话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你还真是跟得紧啊！嗨，我这人又没什么根基，哪像您呀？您可是朝廷的栋梁之才。10天之后，我把这案子查得清清楚楚的。到时候您回来，功劳还算在您的头上。可是您要铁了心，非斩不可，那这案子将来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可对您不利呀。易大人，咱们做臣子的，得善体圣意。10天，一言为定。大人，小心脚下啊！这条路不平。大人呐，这些工人啊，祖祖辈辈都在这踩石头啊，这手艺都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，这一定能行。慢点，大人。诸位，哎，诸位都停掉！诸位，把手里的活停一下啊！大家停一下，看这里。朝廷来了钦差大臣，不日就将处斩杀人凶手靳之玉。老族长在天之灵就可以安息了。朝廷解了我们的冤屈，我们也没得说，剁出石头报效朝廷，好不好？大臣加油干！地上等着呢，开封！借用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！大人，这粗活呀，大人，您可干不来啊！这么坚硬的石头，怎么运到河都府就变成软泥了呢？哎，大人，世间哪有这种事儿啊？这一定是妖法呀！天怒人怨，老天爷报应了。这靳总和治河这么多年，一直用的是你们村的石头？啊，是。黄河安澜，银钱不短。天怒人怨，这是从何说起啊？大人，这石头变泥的事，小的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他杀了老族长，他就该偿命啊！二位大人请，慢点。哎呀，白河沟村太小了，实在是没有能容贵人下榻的地方。这些年呐，村里的钱都用在装整这祠堂上面了，二位大人不要见怪啊。请用茶。
二位大人，请早些休息吧，小人告退。等会儿，大人，这批石料五天之内能启程吧？大人，您放一百个心呐，断不会误了朝廷的大事儿。秋汛在即，青条石可不能再误了。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那就有劳族长大人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二位大人休息了，小人告退。什么妖法，胡说八道。那些石头我都挨个看过了，没问题啊。小破脑袋也想不明白。哎，天野，嗯，我觉得这族长可不对劲儿，眼神贼得很。我觉得你也贼得很，滚。跑了这么多路，屁股都坐麻了。高大人在宫里享福惯了，吃不了苦了。族长大人，哎，高大人，咱这老牛破车的，得走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高大人，过了这道山呢，前面就是广河镇，这石头上了竹牌之后就快了。都怪小人这没脑子，不知道二位大人亲自前来，这阴雨连绵的也没准备两顶轿子。您二位大人跟这一趟可真是辛苦啊！行了行了，我就问你什么时候到，啰里吧嗦的说了这么一大堆。天黑准到，天黑准到，准到！后边的快点啊！二位大人，哎，进来。嘿，小的进来了，给二位大人行礼了。二位大人辛苦了。这一天阴雨连绵，山路泥泞，让二位大人遭了不少的罪。还好到了这镇上呀，有些像样的吃食，小人给大人备下了几样精细的小菜，还有一坛子好酒，给大人摆上。大人呐，您看看这个，这是本地的好酒，喝了解解乏。嗯，你倒是懂事儿啊！我这儿正愁没酒喝呢。哎呀，要不要给二位大人再找几个粉头，一起划个拳，热闹热闹？粉头就不必了啊，要不然你坐这儿，咱们划两拳啊？不不不敢不敢不不敢不敢，去吧。哎，小的告退，走走走。慢用，慢用。天一啊，喝一杯。你自己喝吧，我可喝不下去。哎呀，这有酒无人不成席呀！啊，先喝一杯，去去胸中的闷气。我让小虎盯着他们呢。啊。
高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小猴崽子，拿水泼我！他们丫这石头都去码头了。哎呦喂，没喝多少，怎么醒不过来了？这劲儿怎么这么大？二爷，咱们着了别人的道了。哎，什么道？你们没走过江湖，不知道什么是蒙汗药吧？ 行行行，就是蒙汗药。走，他们在哪儿？跟我走。 公子，大喜了。
请您的事，弦开在哪儿？啊，就在这儿吧。嗯。哦，来，来，来，谢谢啊，谢谢这几天照顾我们公子啊，谢谢兄弟啊。天一和高相约去白河沟，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。高相约拖了十天，现在我和娘会来吗？你娘她病了，我没有告诉她。他一直在盼着天一的信儿。你想把我埋在哪儿？听你的。我想跟我额娘埋在一起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杀人偿命，但我就是后悔一件事，我没能孝敬我额娘。阿玛，嗯，嗯，我让您丢人了，让您绝后了。这个是高相爷从京城里带来的，你要是把它含在嘴里，锦绣上人就把它嚼了，不觉得疼。爹只能看这些了。儿子，你12岁跟着我，一天享福的日子都没过。我这个爹无能啊！公子，上路了。今有国法昭示，本地暂设刑场，闲杂人等勿行，勿行！看，京师来的钦差大人要在这儿斩人了。哎，来，兄弟，你给说说，他要斩谁呀？斩谁呀？就是河都府晋总河的大公子晋之玉啊！晋之玉啊，杀他呀！
易大人辛苦啊！易大人辛苦才是啊！哎，高相，要不要跟我一起监斩啊？这是朝廷派给您的差事，我就不好。哎，易大人，不急呀。嗯。把人都带上来，大人呢？来来来，快点！大人，这都什么人啊？大人，哎，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往里走，往里走！大人，来来来，把金枝玉带走！哎，慢着，高香，哎，别着急呀，易大人，您听我给您解释，此案已经查清，白河沟村的村民勾结奸党，用蒙汗药放倒了朝廷命官，然后把青条石架在火上烤，再浇上醋，使之变质为泥。如今真相大白，靳志玉自然是回去等候发落。大人，你给我闭嘴！居心叵测，你破坏何物，其罪当诛。你这是一面之词啊，口说无凭啊！我再送你一份礼物，来啊，把人都给我带上来。这三个人啊，就是朝廷通缉多年的要犯，他们的师兄弟也都在被朝廷追捕，人我已经给你查清楚了。验明正身，如假包换。把头抬起来。高相。这三个都是朝廷通缉的反贼，大概不假。可是这些个刁民，你可都查有实证啊？你放心，这三个人你带回去交给刑部，我保证他们天天请你吃燕窝。而且跪着的这些人和两江总督阿的人有关系，不过这可不能细问。易大人，其他麻烦你交给我。兄弟替你把这事儿就办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这相当于我一人都把功劳领了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您客气了，你们把这三个人给我看好了，活着押回京师，有一个断气儿的要你们脑袋。是。老乡，哎，哎，行吧，您慢走。事情都办妥了，还演什么戏？朝廷的刀出了鞘，怎么能轻易收回去？什么意思？诸位，今天要杀你们的不是我，是王法。日后若有人再敢破坏何物，今天这些人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刽子手何在？在。斩了。河都督府感谢高相大恩。有礼了啊！哎，高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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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来，河都督府感谢高相大恩。请请。高相，夫人一定要当面致谢。我给高相爷磕个头。哎呦呦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。
金夫人，要磕头啊，您还是留着给皇上磕吧，我可受不起。小儿这次得以活命，全拜高相爷和陈二叔所赐。我们全家共您高相爷的长生禄位。金夫人，您言重了。白河沟的村民罪不当斩，伊桑阿要滥杀无辜，你呢？他们破坏何物，勾结匪人，不该杀吗？你连审都不审，16条人命啊！此案已经查清，啊，靳志玉他大难不死，你应该谢恩才是啊！皇上把刀赏下来，不沾点血，他能带回去吗？你怎么就忍心呢？我，哼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咱俩前些日子可被人用蒙汗药放倒过，要不是因为小虎机灵，靳志玉这脑袋早就搬家了。就凭他们破坏何物、勾结奸党这一条，你把刑部尚书拉过来，也就审成我这样。更何况这个族长还吃了阿西西的好处，你觉得他还能老老实实的给你提供青条石吗？现在这样就挺好，天下太平，该查的也都查清楚了。好个高相啊，好了不起啊！哎，妇人之仁呐。哎，不是我说，到底我是钦差还是你是钦差？你真是吃了黄河水了，管得还挺宽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来来，坐下聊。喝点水，消消你的火气。你们干的这些事儿，还有那个姓伊的，一个一个的还这么多道理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呀，可以了，知足吧。这大清朝第一走运的，除了你，没别人了。说实话，有的时候，我都羡慕你。羡慕我什么？你说谁能天天跟皇上那儿你啊我啊的聊天，皇上还不敢发脾气，就听你在那儿白话。你已经是大清朝第一艺术了，你去问问其他人，谁敢呢？皇上知道你这出了事儿，立马就派我过来。你见他对谁这样过？嗯，临走之前，他托我给你带了4个字：法不传六耳。过来的，善始善终。皇上说，善于始必慎于终。你若能让皇上安澜，那你就是康熙朝第一名臣，将来标明于凌烟阁之上，世受香火。大丈夫一生，不过就如此了吧？皇上啊！比你还爱惜你自己的名声，下面这么多人告你，为什么就告不倒？皇上就是想要立个标杆出来，给他们瞧瞧，他提拔上来的人，那个个都得是好样的。所以啊，我奉劝你，多做事，少说话，多磕头，少发牢骚。后面那段是你自己发挥的吧？我做个哑巴你就高兴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于振甲抢官粮的那个事儿，是不是你出的主意？你别这么看着我呀，这不是我偷偷打听的。皇上那儿有密折，各省的地方官可以单独上奏报，这些奏报告到皇上那儿，皇上愣是给摁下来了，管都不乐意管。今天我要不给你点破了，您老人家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？皇上连这个都知道。嘿呦，我这傻兄弟！皇上说，连陈天一和于振甲这俩二傻子都能当匪去抢粮，可见桃源县的老百姓缺粮缺成什么样。而且啊，这主意还准是陈天一出的。为什么呀？于振甲他没这脑子。皇上啊，虽然是当玩笑话跟我说的。可是啊，这千里之外犹如亲见。
咱们伺候的这位主子啊，那可不是个好脾气。仔细点吧，兄弟。朝廷从未短缺他们的银两，劳神费力的这样毁食，要干什么？皇上有所不知，他们是被奸党蛊惑了，才干出那些个烂事来。奴才已经把抓到的三个奸党递交刑部验明正身，朝廷多年通缉未得，奴才仗着皇上的福气，把这事儿办成了。真厉害呀！谢皇上夸奖。赐座。谢皇上。一三啊，你在户部确实浪费材料，下去断案神目如电，你干个刑部尚书那都绰绰有余啊。皇上英明，啊不，奴才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全是仰赖皇上的天威。只是有一件事情，朕还是不明白。这白河沟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可是为什么到最后一天还要设刑台斩靳府的儿子呢？皇上，奴才之所以摆下刑场。刑场，那是因为一大人引蛇出洞这招实在是高啊！要论高，还是高相高。哦，那朕明白了，设刑台不是为了杀人，是引那个蛇出洞。哎呀，为了洗清靳府儿子的冤情。你真的是费力了呀，皇上！皇上，汛期在即，还指着白河沟出石头，这案情要是一拖再拖啊，对整个朝廷都没什么好处。伊大人深明大义，亲自下去查明真相，还特意释放了靳之玉，这是识大体、顾大局。臣在一边看着，都暗自佩服。伊大人为了替皇上分忧，真的是煞费苦心呐，是不是伊大人？是吗？是。奴才想，靳之玉冤枉啊，我得替朝廷保住了好人才是啊。伊桑啊，你果然是不负朕望啊！将来有机会，一定要把你放出去，独当一面。皇上对奴才的恩德，天高海深。奴才不敢鞠躬，奴才。明发一道圣谕，嘉奖伊桑阿。这，伊桑阿办事得力，刑罚有度。这一次为了给靳之玉洗冤，深得民心，是我满汉官员的楷模，赏珊瑚朝珠一串。皇上的旨意还要刊令天下，这样才能显出伊尚书有功啊。高日奇说的对，就这么办了。这，奴才领旨谢恩，退下吧。这，哎，医生说，您还有何事啊？恭喜医生叔啊！恭喜医生叔啊！皇上，您这招实在是高啊！给他吃了个苍蝇不说，以后让他在朝上没法再堵您的嘴，这个黑锅索性就让他背到底。一并把靳之玉的案子审个起落，他现在还在大牢里等着发落呢。给刑部发个文，把靳之玉流放到乌里雅苏台效力，两年之后，等到事情平息再把他放回来。这，还有。你马上给朕拟一道旨，就说伊桑阿如何公正明断，为了保靳府的儿子，呕心沥血呀！对对对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写个妙笔生花，好好的夸他一番，让他在那帮人里抬不起头来。朕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。是，朕还听说啊，伊桑阿在江宁。逛秦淮河是你推荐的，好玩吗？
皇上，陈约吧。臣没有去啊，是一大人自己去玩了十天。臣一直在查案，臣哪儿都没去啊。陈冤枉，在外边老实点儿，别神头鬼面的，什么话都说。是，臣不敢。陈局，你知道。滚。皇上，臣去拟旨。等孩儿回来，多孝敬您几年。我儿子长大了，儿子长大了。阿娘，别走。孩儿要走了。孩子的路让他自己走吧，我们还能陪多久啊？王娘，孩儿走了，我送送他。二叔，郭冬玲，走了，早早立功，接你回来，二叔惦记着你。哎呦，相爷，哎，您到哪儿呢？小一呀、啊，听说你在汉人关里头人缘不错呀？哎呦，说你处心积虑的救靳总和的儿子啊！哎呀，连皇上都下旨夸你呀、啊！夸我？他们合着伙的给我弄个苍蝇吃啊？高世奇那小子，他把白河沟这事儿端出来，我要不顺坡下驴，我回得来吗？我，你不是去秦淮河了吗？你呀，多读两本书，长长学问，